漂亮。世文，李晓霞战胜郭跃。漂亮，一边落后一分。可以看到是比较新还是比较定的，而注意观察细节。开朗啊，另外呢就是不服输啊，有这个斗志，到关进入决赛。这是个运气球，漂亮！51届世乒赛女单冠军。反拉得手，啊，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，季科对波尔，马龙呢，刚才是第二局比赛。1-4，漂亮！进入省队，然后国家队。这是丁宁的特点，下蹲砍式发球。漂亮，漂亮。好，
这样丁宁在2-0暂时领先。啊，应该说中国乒乓球队会正手，2-0领先。获得了混合双打的冠军，他们战胜了木子和郝帅。压中路，好的，这时候丁宁呢叫了一个暂停。漂亮，漂亮。相对差，而贴在近台的快啊打得比较好，一旦打不出来就会受到制约。啊，形成相持。都给输给了自己的队友，但是对外国队保持不败。漂亮，啊，是从理论上要搞清楚怎么样才对自己有利，看张继科和波尔谁能胜。啊，这好的，这个球9-7。
啊，这高调弧圈球拉得非常转，这样李晓霞就以实验的四局是3-1暂时领先。他进行的是伤残人乒乓球比赛。Хотя мне изначально казалось, что такой неоднозначный полуфинал. Я думал, что Гуаю будет бороться. Видела во время парной встречи. Да, возможно, конечно, расстроил. Да, возможно. 那个已经开始急促的在喘气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你看那。实际上也不太敢变那个李晓霞的正手。宁的这种心态上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好像并不是很怕，里边应该挺强烈的。现在看来还是挺稳定的，我觉得都成熟了，是长大了。而且这国家体制这种，这种体制的下，我觉得培养对。好球，我们去拼，拉起来。这几个球全都是丁宁这样李晓霞心上，双方在前五局打成了3-2。我们稍后呢还后的时候，他主动要了个暂停，通过这个举动可以看到中的威力减弱了，反而李晓霞呢搏了出来，啊，敢于发力，敢于进攻。啊，刚才马林和陈启呢，在比赛中都分别啊拼命的、顽强的搏杀。啊，这时候要有耐性。漂亮，漂亮，啊，李晓霞现在采取稳住以后，啊，再寻找机会，首先发力，首先变线，但是要看准机会，漂亮。哦，哎呦，差一分。再点。